久不见啦、啊，大概有三天吧，哈、哦。上次有见到过，对、啊，是不是？是。哇，怎么还没有发新专辑？大家都好想听哦。哎、欸，可是我才刚发、欸，哎，好像是这样子的。是这样子吗？嗯，差不多。哎呀，为什么不再继续追加一张呢？已经改版了，已经改版了。已经改版了，嗯、对不对？有改了一下。哇、欸，之前有来过我们北台湾，好像有一点点印象。对，但是应该也是好久没来的啦。应该也是好久没来的，对不对？谁喜欢郭靖的男生？哦，谁叫那么大声？谁叫那么大声？那个穿衬衫打领带。穿衬衫打领带是啊，就你，还有你另外一位，那一位卡车司机过来一下。暴动的卡车司机。啊、卡车司机来。哦，卡车司机来。怎么会有卡车司机呢？来啊，这当然是真的啊。嗯。来啊，来啊，来啊。来啦！哎，那个穿打领带的那位也来啊！来啊，就你们两个啦！就你啊，在台下话这么多，现在叫你上来，哎、哇，对呀、啊，不要害羞嘛！快来！哇，你看！哇！啊！你以为羞怕就？被撞伤了！上来，然后先生看一下士兵岗吗？然后人这样走是啊，这叫什么？叫什么名字？打错。叫什么名字？有没讲啊？有讲啊？谢托啊！谢托！谢托！他是谁？一胜谢托，还大托边喏？谢托！啊！哇！你安尼哇！你叫谢托的对吧？那位同学来，叫什么名字？大哥。李文浩。啊？李文浩。李文翰哦。李文浩。李文浩。外号大托。好，今天大扣跟谢扣来到我们现场啊，来来来，两个人都很喜欢郭靖，对不对？太棒了，郭靖很怕说，我到底要干嘛？这两位，对不对？他很紧张。你们两个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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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两个人来，来会不会玩数字拳？打架！打架！不好，不好！不要啦，你这打架怎么办呢？万一你这种游戏，结果后来谢扣输了，不是很糗？搞了半天空手道黑带怎么办？来。那个那会玩数字拳吗？不会。海带。就哎、欸、啊，海什么？新加坡拳。海带、啊，海带会玩吧？海带会不会玩？会，来来来来，两个人来。怎么玩？你也不会啊？啊？你只会七巧八色，你只会这种，对不对？他吃槟榔的。哇，你马上后啊！好了，直接剪刀石头布了啦，这样够简单了吧？好吧，剪刀石头布喽，剪刀石头布。剪刀石头布，你输啊！掌声鼓励，谢谢谢可威，谢谢。怎么第一次看到有人输这么开心啊？对。怎么样？输得好开心啊！哈，是啊。来，喜不喜欢郭靖？非常喜欢。为什么对他这么喜欢？你了够了解他吗？我们要考考你啊。其实还不够，因为我最近这几张才喜欢他。最近这几张才喜欢他的。这么近距离跟他站在一起，有没有紧张？有。想不想跟他来个抱抱？不想。不行。他来干嘛？哦，这要看我们郭靖啦。你看郭靖要考他题目，假如说他对，他对郭靖够了解的话呢，那郭靖就可以给他抱一下，好不好？来。那这个，我刚唱的歌的歌名叫什么？好、哦，这够简单了吧？来，在树上唱歌。哦，叮咚叮咚。在树上唱歌 ，OK 啦！来，大声喊说，我要抱郭靖啊！来，我要抱郭靖。给你三个字。不可能，不可以。可以吗？这不行啊，好不好？郭靖可以抱你，那你不抱郭靖，不要这么 OK， 这样也不错啦，好不好？来来来来来，郭靖给他一个拥抱啦！哇，哎呦，怎么样？有没有变康宏大哥啊？没有，好好好 ，OK， 好，谢谢这位同学啊，好可爱，好腼腆啊，要加油啊，哈！哎，好好好，郭靖接下来要带来这个好听的歌曲了。你怎么突然变成诸葛亮了？你拿两个啊啊，这个后面的歌曲。嘿，也是一首抒情慢歌，好像很多朋友喜欢在 KTV 里面唱，是不是？就叫做《心桥》。